因为对我来说，那是同个年代的曲子。对，这首作品超级好听，而且是，对，超级好听。对，我们请了一位很会唱爵士的姐姐来，当然不可以就让她都唱流行歌。对，对。对，所以呢，我们接下来要准备的这一首叫做《Stand By Me》，希望大家这几场都会跟台湾青年管乐团《Stand By Me》。顺便也要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！后天还要来看我们，我们后天是中午的演出哦，中午哦，所以不要忘记我们了。好，那中午我们演12点到1点，可以来，有当然有，对。可以来野餐好吗？带午餐来这里跟我们约会好吗？旁边的店家我觉得都很好吃，对。所以呢，我们当天也是要请 Francis 跟我们一起合唱其他不一样的作品，所以后天中午哦，大年初四的中午，请记得12点到1点，我们相约这边 Stand by me 哦，可以吗？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就听一首这个很俏皮活泼的 Stand by me， 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带着这个Stand by me 很轻快的节奏，愉快的回家，好吗？好，那就我们就开始喽，谢谢。安哥，谢谢大家。
我们知道就是 Francis 对大家来说是非常有魅力的，所以我们非常开心能够有机会可以跟他演出第三场，所以记得我们下一次什么时候跟 Francis 一起来这里呢？初大年初四对的中午哦，要记得哦。那各位说不定那天就可以听到《What a Wonderful World》，还有更多更精彩的作品在 cue 我吗？对，对，还有啊，我们越来越有默契的这样。所以呢，还是一样要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我们初四见，谢谢。谢谢。